翻开这题哦，这题有点类似脑筋急转弯。怎么说？他说设有编号一二三四杯不同酒，好，在我面前有四杯不同酒，有一二三四杯。题目说，如果说先喝第二杯，再喝其他三杯，则一定不会醉，好不好？要是喝到第二杯了，怎么喝第三杯都不会醉了？那老师问你，那否则依其他顺序怎么喝都会醉？那问你，有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，连续喝完这四杯，问你他会醉的几率？从题目意思当中，老师可以知道他会不会醉是要看什么？那第一杯喝到哪一杯嘛？第一杯如果喝到第二杯，哇，就不会醉了嘛，否则就会醉了嘛。所以说，所以会不会醉要看什么？看你第一杯。所以说，告诉我第一杯选择性有几种？四种。那我要醉还不醉？我要什么？会醉几率，会醉可见是选到一、三、四几种可能性，三种。你说老师没有选项呢？你把 B 选项部分越分越掉，答案就出来了。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麻烦把这边看一下。